啊，讲这学生有优秀哦，所以咱的调调有较悬淡薄啊。我着配合，吼、哦、发心的人，吼、哦、啊，咱着是合作，爱配合较够，吼、哦、啊，所以讲今年嘞，因为有较侪的资源，所以着加。哎，大业大学六位同学，迄种大业大学的内底写上清楚，安尼，迄个伊的品行，伊学分，嗯，足稳足的。所以讲吼，咱要办的人，咱要做，啊，但是你赶快学校把咱配合。我希望。我们校友总会随时都是在关心着我们的学弟妹们啊、在学校的认真啊。当然，我每年个人我多捐给我们学校的弱势族群啊，每年都有10万块，然后连续已经好几年了哈、啊。那我想希望我们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弟妹们能够安心的在我们学校能够好好的读书，然后未来。长大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说可以的话，事业成功，我们可以回馈，然后我们继续照顾我们后辈的学生们。我家有3个小孩，一个高中，2个大学，然后，感谢这个基金会能给我这个钱，让我可以就是家里面可以有多一些钱可以缴学费。或是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家里只有妈妈一个的收入，然后家中包含我有3个小孩在读书，所以很感谢这个慈善会可以给我们一笔钱补助家用，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对，谢谢。因为家里的话就是妈妈的经济收入比较压力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份奖学金对我来说。会在课业上蛮有很大的帮助。那在休闲系这段时间，就是学到与人的互动都蛮重要的，在课业上有很多的练习。这样，我现在在半工半读，那个人人慈济基金会给我奖学金，主要我在气管系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说经有学到经营或者商业理念或者投资什么等等的东西知识。